有別於現實，你上網，你上網嚇，你中意做邊個都得噶噃。你話你自己係邊個，你就可以喺網上任你縱橫馳騰，係咪？所以上網嘅最高境界唔係 cyber relationship， 係 cyber 自己 relationship。OK， 劉家傑唔識噶呢句嘢。柳Sir點串啊？自己 relationship 唔識。嗱，講我啫，我上網好受歡迎，我喺網上面點解？唔係因為我係黃子華，因為我用咗另一個身份，我係叫做 Michelle。我啱結咗婚冇幾耐，但我覺得好寂寞，但我又好活潑。我最中意係做義工嘅，我最中意去人哋屋企幫人做家務。當然呢個唔係我唯一嘅身份啦，我亦都叫做深水埗驚魂。你喺深水埗嗰一帶上網，你就見到我啦。係啊，上網要分區嘅紅磡啊，深水埗。另一個身份 ，Sugar 現在翻埋嚟，係都係。當然我最中意上網嘅身份就係用李小龍呢個名字啊，好奇妙嘅。你用呢個名字上網，有人會回覆你，好耐你未死咁就好耐。